大平安，新鲜甲态度，由于你认为上帝的心胸是宽阔还是狭窄？宽阔。上帝的心胸偌宽阔？只要安稳。咱的心胸较大，还是上帝的心胸较大？咱要得到人欢喜，要做予人欢喜较简单，还是做予上帝欢喜较简单？做予人欢喜。好好想看看。要讨人的喜欢容易，还是讨神的喜欢容易？你所做的代志，予人生气，较容易予人生气，还是较容易予上帝生气？注意想看看，来，进入另外话题。耶稣安尼讲，恁的对着要听伊，阿边边的要替伊祈祷，安尼。恁就会当做天父的囝，因为上帝将日头照好人，嘛照歹人；落雨，予义人，嘛予不义的人。你若单单听迄、那个，听恁的有啥物通想事呢？就是抽象的，噶毋是安尼行。你若单单像你的兄弟安有比啥物人，比外口人搁较好吗？无，因为外口人、外邦人。无信的人，伊嘛是安尼，因为上帝心灵对照你我咱的心灵，耶稣予遐个定过伊的人，侮辱伊的，甲伊定伫遐，要死以前，也搁对上帝讲：爸啊，赦免伊，因为因所做伊毋知，快！上帝的心灵到底定的是不是界定耶稣的心灵，以及你我，咱讲咱是耶稣的门徒，要学耶稣的人，对照讲咱是上帝的囝，甲天父上帝的心灵，咱甲是不是界定的耶稣对比，咱甲是不是咱甲天父上帝的心灵对比？而今仔日，咱三个来想这个。心胸甲态度，这幅图影响我一生真大。就是阿弥陀佛伫迄个悬山顶，对伊的弟子罗德，甲伊讲：你我来，咱你我咱是至亲，唔通阁三千，唔通阁冤家。头前这边的土地，你若选正边，我就对倒边去；你若选倒边，我就对正边去。你我咱是至亲，卖搁争啦，到这为止。再讲到路德，看看嘞，目睭看到了一片的平原。这个半河到所里的所在，遐一片平原、平原，你知因拢是饲牛的人，是精神的人，所需要的就是平原，就需要的就是水，就是草。落地看到迄片遐尼水，伊就讲我要第一片。阿伯人按平安讲的，对平原是平气。你我咱是至亲，莫搁争啦。所有拢伫你目睭前，你怎样选？你大声选，选了了后，我剩下的就是我。因为你若是路德，嘛你若是阿比兰，当你看到，当你看到路德做这款的选择，你会生气无？
你知罗德甲阿伯兰什么关系无？阿伯兰有三个囝，啊不，阿伯兰有三个兄弟啊。阿伯兰是大囝，罗德的老爸是排第三。罗德的老爸，这个第三兄弟早死。阿伯兰这个大伯，怎啊当罗德娶到身边？罗德老爸死了。你含命囝无人通照顾，所以大伯怎拉伯兰带咱身边照顾栽培，一路直直，甲因带甲教育，两只手空空倒大伯，倒到尾啊，讲即马财产，大伯帮忙即个做孙仔的，互伊的财产做甲会当甲大伯。烧三千，安尼将这个大地的度量大无大？即马三千，钱甲讲，你的羊、你的牛、你的所有精细骆驼，做甲大伯差不多，所需要食草的，伊也无够，伊也无够，所以即马落地出在伊的萝卜。甲大地萝卜、烧番茄、煎水、煎水草、水甲草，啊，即个代志一日干了，咧出现一日干拢达报倒转来，今仔日搁咧冤啊，今仔日搁为着多一块地咧冤啊。你若是阿伯兰，你即句话，你即句话心安全会听？即个教师囡仔实是，唔知多歹，唔知通甜分。也阁不知足，有顾念大伯，一路直直甲你培养、牵绳，无甲你计较，你敢若两只手、两只脚，入来到我的厝，我今仔日，啊，直直互你有，直直互你有，弄到你今仔日大甲啥甲我咧烧钱，我已经老啦，你这少年人真是唔知影是我，因为这是阿伯兰。阿伯兰遇到的情景，现实面就是安尼。阿伯兰有一摆理由对这个孙啊，对这个老爹大生气，叫伊萝卜叫来，安怎样甲好好啊修理？阿伯兰有迄个材料，咱来看后壁也不有故事。阿伯兰要安怎样甲这个弟仔叫来厝内，好好啊骂，好好啊骂。甚至把伊的财产剥了了，阿伯兰拢有迄个材料，但是伊无。阿伯兰有一个面对伊即款的说法，是先伫头前即件事，伊心内已经有一个真清楚的态度。我决定。无要生气，我决定无要甲我的弟仔冤家，我决定要让步，我决定要表现出我做一个长辈的心胸甲态度，我已经决定，因为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你嘛会当找出真侪歹看待你的人。你会当找到真侪你拄到的不该，然后你暗时困袂去，然后你甲你的亲戚朋友斗这个斗那个，伊真正有够无明，伊真正有够唔知道理，是啦。伫你我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伫咱的生活，你都会当找一堆。即个问题是。问题是，阿伯兰今仔日在做你我咱的功课，伊今仔日决定放手。虽然这个囡仔是伊对细汉请养大，伊阁是做伊的大伯，你这个无爸的囝，我怎样疼你？你今仔日怎样伫咧对待你的大伯？阮情人，你怎样看待？
啊，阿必然做一个中辈，伊决定无放下，伊咧努力用另外一种的态度伫咧处理伊面前的代志。你我咱唔通三心，你的萝卜甲我的萝卜，咱唔通搁冤家。因为这个注意一下，伊阿必然甲这个代志核心的路就是阿必然甲罗密，因两个身份甲关系，一个是大伯，一个是弟仔，一个是栽培者，一个受栽培者。这个是核心人物，核心人物上要紧的关键人物，不是伫罗密，是伫阿必然。这座问题问题的是罗密，这座。这是 troublemaker， 但是这句一个阿必然伊才有一个创造问题的人，解问题的人，另外一个看要甲伊生迄个问题啊。今日咱伫咧看这个问题，咱嘛来学这个功课。有当时你甲人斗阵的时，你是一个解问题的人。讲话气压压的人，你的态度、你的做法，会让真侪人紧张起来。还是，只个只阿必然有一个态度，他的态度已经定了。阿必然在伊的一生的中间，这是真侪事件中间的一件啦，定。啊，你看见阿必然在一件一件一件的事的中间，伊按怎样在咧摆平他所有的不应该。那几乎来面对这样的事也对啦。核心，我要甲恁讲一下，银行到会内面绝对有一挂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会扩大，还是会缩小，在你核心人物，所以这个核心真要紧。阿必然身边有一个制作问题，叫做罗定，是个孙啊。阿必然是制作问题相对相关的人物，所以一个制作，一个要安怎处理问题会严重化，未严重化，还是会怎把问题更加顺利解决，在伫做问题者甲另外迄个安怎一个接球。一个拍乒乓的人哦，红毛甲黄天顶落真好拍乒乓。无拍乒乓的人在你，你会晓开球无？那我是袂晓开球。啊，会晓开球，对方若袂晓接球，啊，对方就输啊。啊，会晓开球，搁拄着会晓接球的，迄、那个接球搁过来，这边只若袂晓接球，啊，换这边会晓开球的，这啊都输。所以开球接球，开球接球的中间，这个只一个演变一个故事。罗德开真歹的球，阿比拉汉，伊伫这边的中间，伊真好接球，接到吼，这个故事经过演变，经过演变变得真水。另外一些影响我几项几个 picture。这个是中间的一项，伫咧收下我的人格，收下我伫咧对待代志的态度，态度。来，我请问，这个事，这样代志发生到底发生代志，迄、那个代志较要紧，还是处理迄件事的态度较要紧？代志较大、较大代志，还是心理态度较大的代志，较要紧。重点伫倒位？重点啊！我来看，重点在伫你用什么态度去处理，你用什么态度去看你的事。真侪未晓算计的人，未晓算计的人，人格甲天命。
较粗浅的人，伊连讲的拢是咧讲代志，咧讲的拢是咧讲代志。他被事情打倒了，他被问题打倒了。人格较高尚的人，信仰人格较高的人，伊咧讲拢是咧讲代志，伊拢咧讲咱要用什么态度来处理，用什么目睭来看了事。OK， 所以那安尼咱倒倒转来，在你的生活的中间，你是拢咧讲代志，你是拢咧讲代志的人，还是你伫咧学习另外一种，是咧要学习用什么款的态度伫咧看这项代志？咱真多谢当时咱的教会有真侪团体，拢伫咧教这中间，我要直直讲的是。什么团契就是一个教制，就是一个教问题，是按照看问题，然后无什么态度在处理问题。阿伯啊，你的态度，你挂核心人物，咱不能三斤。咱两个人卖三斤，咱的萝卜，请问头顶若无三斤萝卜，萝卜钱会起来袂？头顶若无三斤萝卜，加三斤也无。会啊咧，会，系头家嘅大官若咱这边都袂当过好，袂使甲阿伯遐三姊啊，阿伯这边只个只阿公，哎，伊是我的，佫较侪摆，伊是我家己的晚辈。咱这边咱若袂甲伊三姊，明明啊一个落去了，两边的老公也唔敢三姊，所以核心人物真要紧。你是问题的医生吗？还是你要在用什么态度去处理这个？阿必然心平气和，伊怎来伊囡仔带到伫关山顶？所有的土地拢伫你的目睭前，在你选，你先选。哎、欸，奇怪呢，这个囡仔吼，真正袂讲啊你。阿伯，你饲我大，你对我温情这么大，啊，不是，咱就爱做代志，照步来，照辈分来，不是我先算，是你阿伯先算，阿伯先算。而且咱看袂到其他情况啦，咱干那看到其他这么有情义。阿伯叫你先算，伊真正的看待看待，感觉无迄时阵机会，阿伯就家己安尼讲。阿伯都家己亲嘴安尼讲，你真正足袂晓做啦。你若拄到一个袂晓做人个，唔爱去甲伊计较。你若计较，你若死，建议最后到尾就是袂晓做。上加几个这边的吼，这边输，这边认输，认输。然后你今日才有法度头去开创你另外一个，你的心神去去刻伫你。唔知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妹无？咱中间真侪人，落去有一个问题打落去，还是去有一个头壳无清楚、心无清楚的人，全甲你打死。人若唔是去有一个问题打落去，是去有一个人打落去，啊！你全自己打袂出来，阿必然真够处理一下。羊伤济。精神伤济，无草通食，无水通啉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加来变做萝卜，即个饲羊的，即个饲精神的，即个萝卜，对一个问题加来到人，对即个人的问题怎出来到底上要紧的核心的人，人的第二架，阿伯来按怎么来学过那偷手，啊，迄个偷手，唔知伊对我，你甲我，哪会当对阿伯来在学着什么？唔通忘记阿伯人是咱个信用的老爸，你唔通忘记个讲，啥物叫做信用的老爸？信用的老爸就是经得信用。咱咧讲天父上帝，即个造主上帝，即个信用是对阿伯人来发现的。伫阿伯人头前的人物拢是信心故事。阿伯人，他是信心之父。
是伊发现即个天地有一个上帝，是伊来发现。但是按怎样伫咧处理即、這个，伊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伊有上帝伫心内的人，伊也在咧看一项注意。当你伫咧面对一个问题时，你心内有上帝啊。当你伫咧看一项代志，当你要面对一项，你若互一项代志加落去的时，你会叫加落去还是袂叫加落去？请你要注意，你爱定定去捡伫遮，你还阁是毋是上帝啊？囝，你心内有上帝啊无？上帝即个伫你即个问题中间，他占着什么样的位置？阿必然，伊心内有上帝，伫上帝甲伊个孙仔甲即个财产个问题中间，伊还阁要强调上帝。伊要强调上帝这边，然后伊伫咧努力，要安怎伫这个只跑这个事。罗马书，今日咱所读的只七段是真要紧，基督徒的品格，基督徒的伦理。啊，伫这个品格伦理的中间，才有一句话，我提醒来讲，唔通互歹来赢，对好来赢过歹。真侪时阵，咱赢袂过的，毋是赢袂过迄项代志、迄个问题。真侪时阵，咱赢袂过的是赢袂过咱家己的心怀不平。代志是这样代志，然后咱的心不平，所以咱从迄项代志所引起的不平，咱从迄个不平赢去。所以咱要论到底，咱要争到底。真侪时阵，代志难教难清，难教难落，到尾也全变做是非不明。到尾若无细理，煞全变做多好一个人。全教落去的时，安尼啥？对的甲唔对的，好的甲唔好的，对第三者来打辩论是咧吵啥？因为安尼就两条拢失去辩证。所以，真注意这样说。你的心理状况决定迄、那个迄样代志后壁安怎发展？到底迄样代志你要会刷，还是要会继续拉？在你的一念之间，你的一念之间，提起放下之间，整个事情会完全不一样的发展。咱大人真写的这个经言四经二十三章。咱到底过来读一下好不？你要保守预备，来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你的心会当平静看代志啊。咱常常讲祈祷，祈祷，咱都爱入去白房祈祷。其实，迄个祈祷就是要，互咱找到一个平静的角落，互咱会当甲上帝见面，搁重新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拜啊。求你教我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，因为我好活无偌久啊，我这个问题敢不敢会安尼拉？真正我劝你啦，拄啊伫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你，对我有一项，请几个人陪你望下宝去啊坐一点钟，真正，去望下宝坐一点钟啊了，你看啊，有啥物人知？看几看几，因为搁食无偌久啊，哎，我要过较轻松。感觉阿伯来到年老会当纪念，就是用真多、用真宽广的心怀伫咧处理身躯边有真多难题。啊，咱真多时阵，咱真烦烦，到咱歹困，是因为咱有真多代志，咱放袂落，咱行袂过，咱行袂过。事实上，你放把那一条那个心怀意念放归了后，那一件事情就缠不住你。你若放开，你才有时间去追求你心内更美善的未来。
你有那家，我就看到两个，一个伫那，伊咧顾个顾伊个财产，顾伊个物质个生活，然后为着顾遮个财产，互我拥有搁个未来，搁较侪，搁较富足，财产搁较大。伊为着要顾这个，因为顾互遮个财产搁较侪，拥有搁较侪，精神搁较侪，所以需要较侪水、较侪草，我听着为着要钱着较侪，着放遮萝卜，去钱啊，去钱啊。你这拢是我的利益，我的财产为起点，啊，我的期望值。你若天天要顾你吼，你的迄个你的哪哪有快乐？啊，别人家天天啊，上帝叫我离开老爸，一家，上帝天天交代，爱给我真多，给万人，因为我得着福气，啊，连我家己身边的人，我若袂当袂得着福气。连我身边的人，我都唔放伊煞，啊！我搁按照别人滴，因为我记得我记，啊！别人滴滴用这个方式滴来想代志，我感觉是牛逼的，入面啦，牛逼啦！为着要顾这个大局，为着要顾上帝对我的应允，讲，我给人因为你滴着我记，你若给别人滴着我记，我要给你滴着更加大个福气，哎，伊要提高迄个更加大个福气。伊要得到上帝予伊个福气，所以为着安尼，伊家己脾气起来。才有一句话讲：脾气起来了，福气就走了。所以基督徒个脾气爱控制阿无，爱控制脾气阿无，爱控制咱个脾气。脾气来了，福气就怎么走了？所以符合咱个脾气啊，咱个天赋。啊！别人真正一心一意，干那要，那会当因为上帝你爱收你家己的承诺哈、啊。你讲叫我来去祝福别人，好，我要来祝福别人，我天天祝福别人，但是你祝福我，啊，我干那要得到你的祝福，别人安怎我拢不管，我干那要得到最后你对我的祝福。必然在你的起手这样，所以面对人，伊看会开；面对人，伊慷慨；面对人，忍。这个台湾有一句话讲啥？那个什么忍他，让他忍他，什么不还他？再一个，对啊，好，必然就是真正拢因为。最后要去了上帝这边，阿蛋，来看上帝最后日后怎么看待？你知影讲两个安尼爬孙啊，怎为了安尼？下即摆落地真正算啊，爱算伊就无空咧。啊，伊就怎对迄个边缘啦、有草啦、有水泉的所在，落地就带伊落坡就去啦。那阿伯安尼？这个阿伯，老国国的阿伯，伊怎啊对迄个山坡地、石阶地，那对阿去？啊，即嘛两边安尼发展，一段时间过了后，陆地的财产真正大大赢过伊阿伯。因为哇，这水草啊，水多，因为大边缘遐是真好食起，啊，伊的财产多，则讲过来。附近国家的一挂王，烧酒怎来甲罗德的财产抢了了，提了了，罗德怎唔捌去？这样消息，罗德的罗伯知影了后，赶去甲罗德的大伯阿伯来讲，恁孙啊，你落歹人抓着，但要安怎？感觉哭哭啼啼，阿伯来随时半暝下令。把伊手里家己厝内饲的遮个勇士，拢叫来，半年直直堆，堆啊到尾啊，怎啊？伊唔若家己搁连接，因为人气好，阿伯人的人气太好，有一寡富贵的遮个国家，我来帮忙伊，倾听伊，怎阿伯人带遮去，怎啊？把路就救倒转来，了伊，即个看到阿伯人的心胸。一般的人，现在你跟我，
这个孙啊，真正排到迄个，趁这个机会好，应该死好，死好。即马知影艰苦啊吼，这个心心歹的人有得到报应啊吼，上帝有目睭，真侪人咱拢伫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上帝真正有目睭，那心胸歹的人，对我这样啊，唔知影当个低温报过来，你看，这个看到上帝胸怀，无阿些人多咧想这。阿伯人虽然老了，伊亲身带兵，然后看这个老阿伯人出去啦，遐伊个好朋友在国家拢在一起，全规个国家抢到转来，努力抢到转来，阿伯人的心情，伊伫这个只直咧坚持，不然怎样学习？予伊个孙仔看到一个长辈的心灵，长辈对伊疼到甚物款？伊伫咧坚持，不然怎用我有限的人生来成做别人的祝福，保护我身边每一个生命，伊咧活出伫上帝面前的信仰，用疼去做。用宽大的心灵对待，有当时啊，咱要注意一项，当人啊歹看待咱的时，咱要学着想讲，这项代志哪是上帝？到底我要跟伊计较，还是我要反击？啊，来看讲，有看上帝安怎样？上帝心灵啊比我较大，啊，我做伊囝，好，我嘛学上帝心灵啦，唔爱计较，因为。我若唔爱甲伊计较的时，我才能得到上帝对我的祝福。所以即摆过来，我想有一项，常常要倒转来咱的关系。无阿伯人的话讲，你我咱是至亲，唔通搁三争啦。即片土地遮尔大，伫你的面前，你若选正面，我就对倒面去；你若选倒面，我就对正面的在你选。你选了，选出了我，因为在地真，这伊真要紧，伊咧顾一个大局。伊毋是咧论是非，即个阿伯人毋是咧论是非。咱定定咱个代志，我大头结束时，咱拢伫咧争是非。是非大啊，到尾啊，怎变做拢无是非？后壁个发展拢比迄个代志个是非搁较严重，后壁所发展出来拢比迄个代志较严重。所以大家都失去了一个是非。阿伯人的态度跟信用方式，咱就会看时时刻刻，咱拢爱学过大局，时时刻刻，咱伫咧学习建立一个搁较高超的境界。咱的努力伫咧注意基督徒共同的见证，咱的努力通过咱一摆搁一摆的听，表明咱的听跟信仰，然后予咱的上帝得到荣耀。基督徒的见证，咱就是句话讲，得理安怎？乱讲，咱的话不是安尼讲。那得理安怎？乱讲。那干嘛讲得理不饶人？我有理，所以我要跟你出到底，对不对？你伫我这边，所以我唔帮你说，我提着我难得，我安尼抓着机会，抓着机会。啊，都钱都变掉啊！这边我咧好看，咱拢一个讲，信用一个讲，虽然哎，你很难得，你已经有理啊，你已经有理啊，你唔通好好求，你伫你的这边啊，你搁算来到尾啊，你搁说话变作红看见，安无彩，你那已经互你得着，你搁来，你搁安怎样啊？算到好了，对你真正爱你啊，你是。那你得着，啊！你态度好，啊！你心情都好，哎呀！你是天天照看，你可能信耶稣会管了。信耶稣无必要拢管人嘴，信耶稣都按嘴嘴到人讲，哎，你那当然是，你是自己都懂啊。上帝，你的人生哪怕安尼甲你问过，看你所做，看你所讲的，哎，你那当然自己都会管了。唔通做啊！到尾人讲啊，
伊是基督徒哦，啊基督徒安尼哦，安尼啊话，哎真水。所以我想，这句话是讲得理且饶人。你已经得到第一波你已经赢，你已经赢了，后边你还过修第二波，那是人格，那是信用的见证。我想这一项是，在咱过来，咱六月第一组织，咱个高山接书。我把咱所有的教会的领导者，咱教会信仰的见证者，咱大家人三个人做这项代志。你我咱拢有完全，但是无完全的人，咱就无一项。有不可超越的信仰，咱是人格，咱会解释所有的物件。然后咱要过，咱注意通过咱核心的这个。牧师中心的中间，大家人才核心用，真正用核心，阿必来咱的信用，甲人格伫咧看待一个时，然后迄个，互咱无完全的咱，慢慢啊提升咱共同的见证。所以，即款的心情是快的，即款的态度是温柔的，即款的就是宽容的，是靠替人思维。就是别人唔对，别人无好，咱也搁伫退伊，暗中伫保护伊，然后底下会当带出，有人看到，哎呀，这间庙我感觉真正是水，伫遮咧出一个人，大概心胸大概太多。因为伫咱的中间，咱有真侪会欠过，阿伯拉罕已经明明伊的信用真低。贴心、忍耐，一摆过一摆包容，嘛救伤，伊会跌到落地，会无完全。但是我伫这个只老了一个真水的故事，我伫这个故事的中间，我伫着望山所求。这个是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当咱咧画十字架时，咱拢先画一个负面横向。向左到右，在咱的生活有真侪减号，在咱的生活有真侪减号，迄个减号就是咱的问题，咱的不如意。啊，这个减号，那会当加上信用，你甲上帝今日若聊聊了，照上帝所爱，你去做，然后好好做了，迄个减号到外变成加号，因为上帝无所不能。我无可能变做可能，我黑暗变做光明。但是来记得，我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。在你的听甲呼召里面，我看到信仰的前辈一个一个在我的中间。无论对伫阿伯拉罕，到伫台湾的宣教师，即个外国的宣教师，到伫我目睭前有真侪人。因怎样伫神的内面，因建立家己水的人格，贴心包容，然后因谦卑服侍人，见证上帝。那伫我的中间有留落真水的故事，愿我每一位今仔日伫遮的，我嘛会当伫听的内面，成做另外一个信仰的见证者。恳求你帮咱，互阮。更加丰富的听，然后听会包容真多的罪恶甲物件。我有阿伯拉罕的信心，然后我有得到阿伯拉罕的福气，就是对你天而来的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都是耶稣的名。